今天。那你先宣布。我宣布今天。惊喜给爸爸，就是其实是给我和爸爸，因为其实给我自己的惊喜，但对，给你自己惊喜，你说的没错。但是就是给爸爸一个惊喜，惊喜就是今天我写了两本作业。不可能、啊，我就是写两本作业。早上写了一本、啊。我早上写了一本，然后我上完 math 课，我又写了一本。上完 math 课之后，你又写了一本。麦克上完都已经3:50了，早上你们写了一本。然后我四点开始写的。等会儿，你上麦克的时候，我还在那个屋里呢，我都没看见你写。你没有在我屋里头，你记得我把你赶到楼下吗？哦，你要走了，然后你才干那个事儿呢。对啊。怪不得。我就是赶紧去楼下，因为这你不叫惊喜什么？啊，真不错。所以明天就废了。那你不能这样啊，那就不叫惊喜了。那你明天必须，就这是额外的，这叫惊喜。明天还要再写一本，没写一本就可以了啊。就说你惊喜就必须 something extra， 就是额外的东西。你如果说先写了，明天不写，那就不叫惊喜了，那就正 normal 了。嗯，好吧，那明天也要写，这就是惊喜，对。